你们又来看看病了，嘿嘿，那很乖哟，是不是？你很乖乖哟，就是有点咳嗽，对不对？这一边，什么拜拜？哎，我们下次都要这么大声说拜拜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很棒！你很棒哦，刚才姨夸你是不是？说你很棒。姨呀、啊，嗯，然后妈妈把那个纸皮给他，是不是？我们下次都把那些纸皮都给那个姨，好不好？啊，妈妈平时还自己去扔呢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爸爸给你换衣服睡觉了，好不好？是，好不好？嗯、啊。哦。这个，你要换回这个衣服吗？这衣服脏脏了没有？爸爸，这个衣服有没有脏脏？哦，换一件。爸爸说不穿这件脏脏了。嗯，换一件吧。困了是不是？爸爸洗手说来帮你，好不好？嘿嘿，姨说你很乖哦，乐宝。姨。哎、欸，你刚才又跟人家 hello 是不是？ hello， 又有跟人家说拜拜，拜拜，嗯，拜拜，很棒，很及时哦，这次说的还很大声哦。妹妹，爸爸帮你擦擦。拜拜，拜拜，嘿嘿，拜拜，拜拜呀，拜拜。哦，他刚才还说。Melon. Can you say apple? Apple. Can you say baby? Can you say baby? 这好像好看很多。困了是不是？小朋友，换衣服了，换衣服了。嘻嘻，嘻嘻，嘻嘻。我们晚上再去做鸡鸡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先睡觉，好不好？那吧。噜噜噜噜噜。你会不会？啊！噜噜噜噜噜呢？啊！噜噜噜噜。好吧。走了，去吧，睡午觉了。走啊，走了，爸爸去，你跟爸爸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去睡午觉了。爸爸跟你玩对不对？玩，他假装踢你是不是？你喜欢这样玩啊？很搞笑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很开心。妈妈再去帮你把那个，哎呀，帘子弄好一点。哎呦，明天都睡不了觉了，你们两个人。那行了，行了，去了。坏小坏蛋。拜拜，跟我说拜拜。嘿，睡得这么好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晚一点见，拜拜。哦呦，拜拜，嗯，拜拜。这个太久了，换一个吧，宝宝冲一个好吗？你醒啦？你刚才在那里干什么呀？你刚才在那里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什么事情啊？灯开灯灯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行啊。怎么了？开窗帘。开什么？开灯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怎么了？
灯灯灯关灯灯。好，开灯灯。怎么了？灯灯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喂 ，Hello 啊！哦 ，Hello，Hello。妈妈，你说怎么了？你怎么样跟妈妈 Hello 了？这样，你说 Hello。耶！哈哈哈，他真的耶，妈咪。你跟爸爸说对不起没有？你刚才弄到他的头发了。你还不愿意如何？你再想一下吧。反正你肯定是要先道道歉，他们才会跟你和好的。啊，嗯，妈妈先开这个，咦，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哦，关掉是不是？关掉，啊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要干嘛？不能开的，小宝宝不能开的，嗯，你爸也没有用，这个小宝宝像那刚才那个东西不能玩，危险。因为你上台阶，爸爸妈妈不知道的话会很危险。嗯，不去，不去。妈妈。嗯，妈妈知道，但是我们先不去了。妈妈。啊。妈妈。啊。妈妈。我们先不去。妈妈。嗯，妈妈知道，但是我们先不去，因为宝宝玩楼梯很危险，如果撞到脑袋的话，以后就不能跟爸爸妈妈说话，也不能跟爸爸妈妈玩了，知不知道？切切，嗯，切切，什么是切？切切，什么东西？切楼上没有车车。楼下没有车车。切切，车车都在楼下呢，都在那边。你过去吧，我陪你过去啊。对。啊，我陪你过去。嗯。去哪里？切切。切切是什么？切切。你去哪？宝宝，什么宝宝？这车。哪个东西？楼上有什么？车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桌子吗？哦，我那个电脑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办公室在楼上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妈妈。妈妈。什么事情？妈妈，妈妈。什么事情？妈妈。妈妈。你想我在这里陪你是吗？嗯。那我坐哪里啊？你跟我说。哦，好。